Shaka, ni ha. Tumpa, tumpa. Ya, rabarangau, rumbaba, kanaga. Ay, ya. 就是好久不见了。哎呦，这是刚才的三弟的问候话。哎，就是你好吗？哎呀，不然说啊，很抱歉，你的节目已经这么久了。才来上你的节目，一开始就来邀请，讲你这个人搞笑，亲和力又够，这是咱这么想需要。但是呢，你把你的时间跟体力啊，也在别的频道开发的也不错呢。哇，跨山跨海跨水啊！我都大概接到你那个阿德卡电话啦。哦，拢在吹呢。我不是玉山，阿不是阿里山。阿伯的大甲溪，阿伯都是的曾文溪。哎，我个舅舅还是躲在故乡的大南桥。哦，大南桥隔啊，大故乡的大南桥，讲清楚一点，大南桥啊，大南桥台语比较好。啊，我舅舅一直在故乡享受，在过着一个田园生活。结果才看到你的频道，知道哎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我那个我的大冒险家了。哇，这是真的，有时候真的也要冒险的。我每当白鬼，你也被白鬼去。不多。为安尼好，都好地当了啊，所在地势都很危险。我看你嘛吊索啊嘛，安尼海。不会，那那蓝天，那我拢真正不是吹替身的。家己来的对。家己来啊。今唔今日突然间就是意外，还是个石头个落来安尼。哦，有啊，定定嘛去迄落落西石啊嘛。哎呦，实在是。去喊着偷拍啊。哎，他疯了，等下还叫回头放酒。哎呦，对对对，野外还有这个。那种土石流就。吹得死啊！还是要想一下。跳卡手的呀。我们的危险是来自四面八方的。哎呦，全方位啊！全方位，但是就是钱不会少的。做这节目前呢，探直播探顺的。啊，阿亮，我来支持你挖几项代志。是啊。人爽快的话，你好，也是讲对故乡啊，那个挖青啊，对这个怎么讲，自己生长的地方贡献最多的，也是我们沈文成先生。不敢当。刚才讲的绿都加一条瓜，我记得。来去得当。好，起点我跟你跟你怎么讲免费呢？啊，讲你几条瓜对咱这个这个安怎讲台东的发展哈，还是讲内容的介绍、妥善、导航、介绍是非常的彻底。哦，真真正正，我不是在这里就随便乱讲。颁奖荣誉市民。哎呀，真的啦，啊，对对对，还有什么石刻啦？啊，对对。哦，啊，个什么茶艺啦？茶艺收了。啊，什么那个什么那个错落牧场的这个牧场的风光怎么样了哈？哎，那个牧场，他那个牛奶啊，你都很接的。很接的。拢栽赃啊！我靠。我跳你听啊！哎，真正拢排队呢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还温温的。哎呦，温的。对啊。谁？来个温体猪啊！牧场的老板，常常养成习惯了，哎，家给接个啦，就不能去看亲家。有亲家来的话，挂个这两块牛啊链啊，哎嘿，哎嘿嘿啦，家给接个啦。你讲到这，我就想到，刚才个李光耀嘛，常常足爱去台东啊。李光耀，有原因的呢。你是讲李光耀啊？李光耀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。哎，我无听到。大家来台湾，拢爱坐飞机去台东。总理还到那边去？都要去那个出入牧场去吃他们很绝的那个牛链啊。很绝，笑笑。啊，我等下你讲吼，很绝，会经过空气发酵，味道还是会变。你只叫工作人员把牛牵去的房间。哎。出来的都清楚。Very good！ 哇，他妈，讲就真久无笑到胃抽筋。是红到新加坡了，我们那个台东出入牧场牛奶厉害了，要庆年那一块。那这牛还在啊？还在台东啊？你看那个牌子就有了。嗨呀，说到我们这个沈文成啊，以前在秀场，哎，我还记得一路心事谁人知啊？嘿，其实昂的时阵都不得了。其实那个算是你奋斗的岁月哈，可以说天天满档。有人讲我才上最，你才是第一名，你上最啊，不一样的，你这样太夸张了。其实这样讲到秀场，我也是勾起了很多的回忆了。哦，还当中真正是啊，那个忙到昏天暗地了。对对对。啊，忙到后来一阵子啊，我发觉说我是为谁辛苦为谁忙。哎呀，突然想到这个，回到原点。强到我这个这段岁月啊，我真的很依稀都认识好多圈内的朋友，是是是，小哥啦，哇，还有喝一行啦，对对对对，哎，我还记得有一次啊，就是我们三个不是太阳城做完秀吗？哎呀，三个人就从台北，我想想看，后来就从台北啊，不是喝一行载我们吗？哦对对，然后一路杀到那个五甲。五甲啊，对对对，哎呀，高雄嘛，嗯，哦，那边有一间庙，我们好虔诚哦，是是是，去那边求啊，给他拜哈，啊，得到一些灵感，
我们是不是连夜又搭车回来？中间还碰到两次那个交通警察拦截啊！对，那个路去个拍摄机关呐！啊，是是，我说真的，警察还问我们，对我还记得说，你们开那么快干嘛？我们要回去，明天还有秀场。哎，是啊。你们开那么快，我刚才去哪里啊？我说我们去求号码。那警察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的公司排最后。”当场在路边就聊起来了，就拿开根号，一把根号，他跨下脸，大概哭了。当真了，真的很疯狂，全民都在赌了。哎，真的很。金一南根号的话，顶三级拢叫，那出顶四级绝对安尼吼。平常时讲，迄当阵也丢袂少诶。啊，伊拢爱对啦。到尾后嘛是嘎嘎瞪眼，你有没有看到眼睛红赤吧？到尾后那么透亮亮，所以公鸡要，哎，后来我们还是回复到，干脆脚踏实地，好好工作。是真的，是跟你聊也聊不完的事情。现在听你带来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啊，带来一首就是我上一张专辑的歌曲。哎，好。哎，也是自己写的作品啦。五月十一去下播。哦，你的歌还真不少呢。我记得真侪个真真红真好听。来来来，聊你居家生活啦。你看你个台东，哇吼，完了叫大地主呢。不要啦，哎呦，卖客气啊啦。不是啦，一边山搬过一边，搁是唔到。这人客啊，这无多，因为阮阿妈吼，阿妈都现在生得太水了。哦。刚才听讲嘛，是阮卢凯竹之花啦。哦。啊，这一生呢，嫁了三次嘛。哦，这个嘛叫阿公，啊，那个阿公吼，哦，自然老一辈耍得不得了，然后放一挂那个山地保留地好啊，哎，不得了，哎呦，哎呦，阿公都放的啦，哎，拢用放的，放出来都耍。哎呀，这么快来去，我拿嘛来个，啊，过来问毛毛啊，哦，来，伊啦，这问到伊啦，哎，问毛毛就是山啦，哦，伊粒山吼，恁阿公的啦吼，哇，红碧的山，啊，伊粒山是恁第二阿公的，哇，不得了吼，伊粒溪吼，溪边遐吼，龟砖吼，恁第三阿公，两万，几年啦，老几代山了不得了，对吧？伊粒山我都想想了，讲啊，要这再种东西也没有时间啦，啊，我就是想说找一块地方哦，盖一些度假中心啊。哎呦，哇，这是你的理想是？这个找一些度假小木屋啊，哦，去让人家灵修啊，去修行啊，灵修啊。哎呦，这这是很奇妙的。你这个人家功德无量呢。你这个点子说不定还是未来很热门的东西。啊，不收费。不收费啊！收费，我讲这边很带动。但是我有在准备那个香油钱那个箱子，自由乐捐，自由乐捐。搞我的在，我得给你钱，不要停停。自由乐捐的对。我那我还背后你大背后你困的。我说的也是真的，开销也是。我说你点子快就是这样。现在人对不对？大家工商世界，大家讨个我颈椎忧郁症的啦，一大堆需要收财来警用。你这个搞不好是最热门的工作，任何宗教各门各派都可以来哦。哎，我们大门随时开着。所以你看这些阿妈供电嘛，不无聊。是啊。卡扎先生老了，物件就进主币啊，问阿妈。嗯。阿那师傅供一棒，不得了，都棒刷了，棒。金主币供养中心。好不，你要来啊，插一卡。我给你留一个神板。金主币。啊。我们聊到哪里？来了，听说你这个灌唱片，就自己有重新的这个怎么讲？不假他人，自己来的，对吗？是这张最新的歌吗？啊呀！哎呦，真的要送我一张，我一定要听啊！哎呀，没问题。我刚刚头一次听，我就觉得好喜欢啊，很亲切哈！哎，很奇妙，很奇妙啊！这是因为我去出外景嘛，大冒险出外景，然后在台东台马里。台马里，台马里那个大王国小，我们在那帮那个修复那个竹林屋，那个小朋友来，我跟他们一起在那边互动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介绍这首歌给我听，马上就把它记录下来，马上灵感就来了。哎呀，真的好听哎，我觉得这种旋律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味道哈。加几个，它那个词曲呢，有的时候它不要很深，很简单，很简单啊，就是这个让我们一听马上一目了然，感情又很直接啊。这类不会拖泥带水，你以前在会很复杂，很单纯。我记得在龙兄虎弟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跟我哥哥包围着你，一直叫你挤出一些这种原住民的旋律，你一大堆好多歌，让我们听不完了。我还记得这个印象歌是有一次出，上节目啊，通通用咚咚咚咚的就一直唱啊，咚咚咚。